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地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己亥年，王禅老祖补天，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，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即当下法会坛上各个莲座上诸祖灵。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上一节我们禅解啊，佛陀成佛的八正道，八条正确的路，我们。南天文化院啊，出了一本《八正道》，汇整我三十几年来在各种因缘所传的八正道修行法仪，这么大本。由江明祥秘书长啊，也请台湾商务书局总编方鹏程教授帮忙汇整出来的这一本《八正道》，这是修行的旷世珍宝。若是各位同修啊，你们要进入一步修行，在这一生成就，你们可以向维新中南天文化院来请这一本，很便宜，300块而已啊。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世界上2500年前只有一位成佛的，就是释迦牟尼啊，他的成道成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也是我们内在心灵般若智慧的依归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法名是为佛陀，佛陀就是觉悟者。三宝佛中间佛陀，左边阿弥陀，右边药师佛，佛陀中间是人的觉性，觉性
药师佛，人的清净性；阿弥陀是人的佛性。人人具足，所以你要悟到佛陀，就是要觉悟走，这是八正道。只有八正道而已，没有其他。哇，也不会去唱碟。所以我们的心的中央，佛陀是觉走各家觉悟的人。所以佛的教育叫做佛教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即是佛教。佛的教育，觉悟者的教育啊。当我们有恶种下去了，一定恶的果会萌芽，那怎么办？就忏悔，忏悔，忏悔，反省，忏悔，那叫做内修。好，那么阿弥陀是我们的佛性，人人皆有阿弥陀，人人都有佛性，都平等的。啊，觉性啊是佛陀，那净性药师佛，清净性我们的灵性本来就清净，一尘不染的嘛，所以叫做药师佛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菩萨们往生了啊，家里的人嫌麻烦啊，就请修行的法师们说，以什么方式最简单呢？能够结束了这还最好啊。当然修行者法师啊，就告诉他们讲一个办法，就说请去领，不要每七天做一次，请去领一次做做上经弄个熊熊呢，啊，那么然后灵位全部拆除掉了，啊，黑就都清气灵，这我不予置评。啊，但是为什么会有原来有七天啊这一个周期的追思啊？缘由两个缘由，第一个缘由，我们在地球上这里，我们的灵性都是从北斗七星辗转来到地球上投胎为人，所以各位大家都是从北斗七星啊跨这跳板来到地球世间投胎的，是尊严尊贵的。那么再来，既然来了要回去啊，释迦牟尼他在世间的时候，
看到世事那么无常，啊，所以他才发愿要来找一条不生不死的路，所以才出家离开王位，受尽各种的煎熬苦修，那叫做内修。而内修呢，他就在外面东奔西跑六年，啊，各种教派，啊，东奔西跑跑了六年，还没有办法让他心有所安，所以就不再跑了，啊，就在菩提树下，在那边静静的想说啊，人在世界上那么多的烦恼，啊，只有在做反省忏悔，必定有因。有什么烦恼？一定有因。烦恼是果，果有因，啊，怎么去了这个果？啊，这所以就从反省忏悔一项一项拿出来忏悔，啊，坐在菩提树下，说若是我没有办法觉悟，我绝对甘愿死在树下，啊，所以当他七天七夜在菩提树下做静思、做反省、做忏悔，忏悔就是当他想到小时候与人有冤，或是有人对不起，或是没有帮助他人的，啊，他就静下在菩提树下，很虔诚的想观想到前面来，说我某某人呐，啊，我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，因为什么事，啊，所以跟你有误会，或是我该原谅你的没有原谅，啊，你啊对我有恩的我没有感恩，等等呢，啊，那做个反省，一件一件，一天一天。24小时坐在树下，一直在观想，就在省思反省。而等到第七天的时候，他终于把该反省都反省完毕了，啊，所以内心里开始轰轰烈烈的爆炸，天地大震动，终于悟到了，而叫天人合一啊！啊，才看到过去生啊，他的整个的过程，在化验开始要弘法利生嘛，啊，所以当他啊，七天七夜反省完毕之后，他才开始度他的五位将军，啊，焦纯如第一位，啊，还有四位将军。那我们在后天，啊，我们在这里要拜这个500尊者。啊，这里法啊，500罗汉的尊者的法啊，各位有时间可以来一起参礼拜一天整整。啊，其实500罗汉，第一位叫纯如大师，啊，释迦牟尼佛陀第一个度了他。那么，所以释迦牟尼
度了那么多的徒弟，因为所讲的是从反省、忏悔，不要再犯错，然后再去执行，反省、忏悔、执行，啊，这是实践。啊，开始是反省，啊，这个忏悔。啊，再来是实践，不要再犯错，要再做啊，反省以前的错误，也错误反省了，然后要去忏悔，怎么样忏悔？所以我们皈依有忏悔文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。重生与意诸所生，一切罪障今忏悔，忏悔过了以后不要就再犯了，那你这业就自我消除消弭掉了啦。哦，所以啊，佛陀释迦牟尼啊，他的七天的功德，那我后来我们人往生了，啊，释迦佛陀呢，就告诉我们往生者，每七天要提醒我们的亡者往生者，第一次的七头七，啊，二第二的七，第三七到七七四十九天，啊，这样到。才是圆满，啊，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够反省，啊，忏悔完毕。那四十九天之后，你有反省有忏悔了，啊，你就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去了啦。啊，所以叫做往生。真正的往生呢，啊，不是那么简单啊！我把你口口腔，你就去佛祖呀交病了。啊，不要那么迷信，没有智慧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太极这地狱。天堂啊，我们的界在生死啊，生死线啊，所以佛七很重要的呢，那些禅做起啊，往生的做起真重要。所以老祖在前几年啊，因为我们简师长啊成佛成道了，啊，要我写下这个作期的法仪，所以老祖慈悲开示了怎么样作期，头期怎么来提醒我们的家人，礼亲、杀亲、细亲，到圆满期。怎么来提醒他，唤醒他，啊，到最后，满七满周年，啊，做沙弥，啊，拱骂，啊，安，夹罗，这个都有一定的程序。我们身为子女的，你按照这么做，我们的祖先一定会。回天堂，一旦祖先回天堂了，我们的下一代的祖祖孙孙才会光明哎。哦，这叫祖宗流芳哎。
啊，不要像现在很多嘞，没有办法的，个人的业力嘛。啊，看，金花崩盘过来拜，都跟我说啊，不要这样啊，对家人的不孝啊，啊，对祖先的不孝啊。啊，若是我们当下法会上15615姓氏。诸列祖列宗门，你们往昔怎么走过来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做法会，三餐供养，啊，三餐诵经来供养提醒，还有每天来由幻变法师诵经。啊，仰仗佛力转化功德天，进入我们的所有莲座上列祖列宗的心中，哎，啊，这即是大孝，同沾法益啊！啊，所以。我们人在世虽然不好过，但是人一旦死了，三寸气断了，以为说一了百了，世上没有了，哎，比活着还痛苦，哎，活着痛苦，往生者在灵魂界还是痛苦，异世界里面的痛苦，将一生所经过、所带回去的罪过、烦恼，啊，你要怎么样来消除？所以我们有宗教的修行法仪，宗教的。超度法仪啊，所以我就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，我们在医药出版社出了一本《主的流芳》这本书啊，放在家里，亲友啊，有人成道了。正道了，我们可以最后再帮助他，你也功德无量，种来生的善缘和福报啊。所以这个即是正精进啊，八正道的正精进啊，佛陀为我们讲了啊八正道啊，正精进就是。啊，正确的正精进是名扬两界同精进，名扬两界同关照啊，我们的和祖先一同啊，共同来成就，和祖先共同成就，你怎么样做呢？老祖就传给我们诵经念经，我们的念的经有很多种经，随心所欲的诵你的经，祖灵在身边，可以跟你同样的升华，不祖先一条路回去，啊，那不是祖先那个哥弟，因为咱人有守护神，人一个守护神。这是祖先，啊，一个是冤亲债主，啊，我们要懂得守护神，守护神就是祖先，
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，你做事业一定要拜祖先啦，那不拜祖先不要乱搞啦。啊，所以老祖师尊啊，给我们的当下性的世间的问题太多太多了。也许你们想了，会感觉说真的吗？信不信由你呀、啊。祝福各位。各位微信贤士同修，时代在变，法轮在转，但是真理永永远远的不变。人世间的点点滴滴，在灵魂界只是一点尘埃而已，但是我们就要过一生的很辛苦的一生，酸甜苦辣涩的经过，这即是人生哎。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能为一家人，都是天上有约，而能为公司员工，在天上世界原来就有约，生病和医师也有约，整整都有因缘果的有约。所以啊，我们来世界上，你怎么样才能够续缘呢？继续前生的缘。最简单的就是父子、母子、母女的缘，是在天上界、灵魂界啊，大家就有约，啊，有约来到世间上投胎，转世为不同的身份。而带着我们在天上世界的思维和习性来到世间，才有一些有缘没有缘、善缘恶缘。善缘恶缘都是有约的啊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我们来世间上的缘分，人与人之间不要结恶缘。你开始要结恶缘了，你就要注意这个缘分与你特别深，而结善缘的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当作为夫妻，夫妻的时候，老公也看不惯老婆，老婆看不惯老公，啊，这个习性，啊，但是共同的习性，就是在天上灵魂世界，就有约我们来生，什么时候会投胎到世间上来。驾驭的一个很帅的男子啊，是谁的儿子啊？那么我们要续缘啊，也就找到天上最有缘的眷属，又来世间投胎了，所以才会一见钟情啊！长大之后一见钟情，一见你就喜欢了，还有的一见就讨厌，再见了更伤心了
若是在这边，我就跟你把命拼。常常有这种世间的戏剧性的恩怨情仇，都是人生哎。那么这些父子、母子、母女，天上界都有约，相互约定啊，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世间要投胎转世啊为人啊，那么有的呢，就是在天上界的同事啊，也是一家人。好了，我就去投胎当你的子女，当你的儿子或者女儿、子女。但是一个约定，一件很重要的约定，就是啊，你作为我的父母啊，你要好好教育我。啊，带我在世间属于修行。那么身为子女的，那么好了，你要当我的子女来世间啊，我很欢迎你来当我的子女啊，当我会，当然我会好好教育你啊，带你走一趟很快乐的人生啊，但是一个条件，我死了之后，你要把我送上山头，上九山头啊，需要熬上九山头，不是抬出去就好。山头就是灵山，啊，送回灵山，啊，送回灵山呢。你必须要有修行的法仪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他家悟道了之后，传了很多修行的法仪，帮助啊我们以往生者啊，怎么样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天上世界？这是灵山。啊，他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祝圣，家属灌顶见太平。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阿弥陀的本性。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性化身来世间投胎转世。啊，不同的啊身份，不同的习性，不同的因缘果，这个都是经过生生世世累积下来到这一生。所以我们所经过的那么遥远的人生，从天上界那么遥远的地方呢，来到世间上，我们当下的身体，所以我们有智慧、有思想、有眼睛、有耳朵、有五官，能吃能坐能喜怒哀乐，全部集于一身，这是最宝贵的。但是有一样没有办法啊去磨灭的，就是人。都有同样的本性，喜怒哀乐，贫富贵贱，生老病死，而十二因缘法，所以每个人都平等。那么人走一生，有不同的智慧，不同的家庭，不同家庭也跟家庭，即使很富有。也是有约而来，即使很穷，穷的三餐吃饭要有问都有问题，也是有约要来世间当乞丐，当看看，看看究竟世间，酸甜苦辣涩是怎么样的，这都是个人所投胎，这个人的业力业报。
所以释迦牟尼啊，佛陀啊，啊悟了道之后，人往生了，一定要每七天一次提醒，由子女提醒他，提醒往生者。啊，现在已经进度到什么程度、什么阶段了？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提醒自己的家人，所以王禅老祖啊，就在甲午年啊，传了这一本《祖德流芳圆满法仪》啊，这个有作期套信，开始跟往生怎么样来啊，像我们的家人亲人啊，来安他的心啊，接下来头七、二七、三七，看七七四十九天之后，就要等到百日。百日的境界心境走到什么程度？所以每一个期提醒我们的往生者回家的路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家，是我们本来的家。哦，怎么提醒？你用讲也讲不清楚，所以我就按照啊老祖所开示的写了这一本，很清清楚楚啊，到圆满，到干落去，一切圆满，这是大孝，不是小孝。你大孝，祖德流芳啊！有时候同学问我说：“师父，那我们子女都不信不做怎么办？”你上来自己做嘛！啊，做起来你跟你做完了也是吧？啊，自己是拿起来读啊！我现在第几啊？第几天了？啊，第几期了？走到哪里？啊，走到前面有什么有障碍物啊？你要怎么绕？走到哪里？这个是老祖开示的，给我们了了分明，安听不？好，所以过界了，你们要的话，你们要这本书，不是哎呀，我买了，我家里就不会有死人呢，不是这样哎，啊，买请回家放着，有一天要用上的时候，你心就安了，所以是安心法门。心不安才烦恼，心能安，你要怎么安？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上课、来读书，啊，来大家师兄师姐相互研究。一旦三寸气断了，安心就需要靠子女来安我们的心呢。尤其呢，我们有幻变学院啊的法师啊，你要为亡者渡他一程，你的功德很大哎，啊，就按照这一本来帮忙就好了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唯信圣教的教义，从零岁生开始啊，往上曲曲折折啊，一面在黑暗，一面在光明，到这里成佛，百岁，
啊，所以我们从零岁到一百岁都华裔，零岁到一百岁啊都华裔，才是宗教。宗教的心法，人不要怕死，人会死，再怎么样人也会死。我们五脏六腑，你吃什么东西，你的细胞能量84000种的基因能量汇集成为一个人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在吃东西啊，你就有不同的思想思维。所以人的一生，老彭活到880岁，到最后还是要放下，把身体回归大地，又成佛回去了。哦，所以人在世界上常常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师父你多活一点呢，我们心里才有依靠哎。”废话，我要活多久？万一你现在还有100岁可以活，我现在77岁，有100岁，啊，177岁，像什么样？啊？选择什么话？我连177岁选择什么话呢？脑壳壳被剥脱刀啦！啊，那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是我们的灵性永远、永远、永远、永远的活跃哎，才有说人老心不老。这句话就这么解释：人老心不老，心是永恒的。心的寿命是不生不灭啊，心永恒不生不灭，心的寿命是永恒啊，所以人当然都会怕死，因为有很多的亲情没有了，有很多的名利富贵啊，我们可以来享受，但是真正享受之后你又带着什么？所以我常常在这里，我们千手禅堂啊，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上香的时候，天主帝王啊，你们带走什么？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，你们带走是什么？带走的是罪业而已啊！啊，日本124位天皇，也是中华三祖的后裔。我在问说，日本的天主帝王啊，你们现在带回去是什么？啊，滥杀侵占，你们也没有带走江山片土啊，韩国202位天主帝王，很不幸的涿鹿之战，三祖涿鹿之战是由氏族部落战输了啊，败走为寇，所以历史的偏差记录啊，竟然一直指着蚩尤是魔鬼坏蛋。哦，所以这个都是历史的记录有所偏差。
让我们后代的人一直误以为蚩尤就是魔鬼坏蛋，没有想到工业文明的始祖就是蚩尤。我们在享受蚩尤氏族的工业文明，我们还在书本上、教育上摸黑我们的老子，共同的老祖宗。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，才开始中华民族是三族，不是二族炎黄而已。所以现在也得到中国的中央啊肯定，中华是三族啊，不是二族。这个是我们身为三族儿女，我们应该有的孝道精神。所以历史的岁月悠悠，七千年，呼吸一化，开天门，万法生成，中华文化亿万三重天。所以这个即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，要为完美完美中华三族儿女的亲情啊，也要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就是要解冤释结。解冤释结，该完先干。这个已经有五千年。当下消灾化解，好的，是当下。你要消灾化解，避免战争。我们所祈祷的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，世界天下一家亲。所以我们才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。2004年开始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，我们以宗教的法仪修行来邀请和祈求。第一，祈求诸天圣神加持消灾化解冤释结。解冤释结。咱的祭祖共祈世界永和平，天下一家亲，这真实意在这里呀。所以我们从2020追溯回去，2004年总共办了14堂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，用了那么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智慧力，
神通力啊，这个共同的福德力量来做解冤释结、消灾化解，才能圆满。灾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：主灵不安，天下大乱，这记住，主灵不安，天下大乱。啊，主灵啊，安详，世界和平，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当下我们的共同天命。我们来回向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凡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啊，祝福。